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墨晶。风靡全球的宝可梦手游，因为独特的 AR 玩法吸引了大批玩家的目光，但是也造就了许多充满可怕人潮的宝可梦景点。最近又有一款 AR 手游要推出咯，这次是要来抓鬼的，赶快让我们一起来拯救世界吧！即将推出的全新 AR 作品《魔鬼克星世界》是改编自知名电影《魔鬼克星》的扩增实境手机游戏。本作是由 Next Edge 开发，并由433、索尼影视娱乐、Ghost Corps 联合发行，可以说是阵容非常浩大，也射出了游戏的实机画面。游戏中玩家将可以与上百种出自原作系列中的鬼怪战斗，并捕捉他们，其中包含了电影、电视影集、漫画、主题公园、电玩游戏中曾经出现的鬼怪都有机会出现。除此之外，也会有为本作全新设计的原创鬼怪。游戏预计于2018年内与手机双平台推出。有兴趣成为抓鬼达人的玩家们，到时可千万不要错过喽！